我今天要去县城，我要去医院，因为我这个牙套上面这个托槽它掉了。昨天晚上我做饭的时候不是剥大蒜吗，然后那个大蒜头太硬了，然后我指甲抠不开，我就用牙齿咬，结果我咬了 我才想起来我戴了牙套，然后那个托槽嘣的一声，我就知道完蛋了，掉了，现在上面在钢丝上面挂起的，我今天要去把它粘起来。我插了个喉糖吧。还是要得，是不太好看的，我好看啊，那你说还是要得，我说好看了，我怕你很骄傲。我现在已经到医院了，我先去找个医生给我粘一下，头都不刮怕得行吧哈，挺麻烦的，那个医生弄了大半天，让我小以后小心点注意一点。他说因为很麻烦嘛，他感觉很无奈，但是还是很耐心的给我换。现在去超市买东西，买两坨纸，家里面都没纸了。亲爱的顾客朋友您好，杨老爷，为节省您的结账时间，请检查您所选购的商品是否有完整的条码，购买散装称重商品时请别忘了到计量处。来包花椒面，然后看一下还有其他的那些炒菜的调料啊，都可以弄点了。外不透。这个我上次买过，还是挺好吃的，我都喜欢。它是烧麦粥，那个不然包子蟹好短的。买两坨就行了。一样拿一包，包子蟹特别短。上面这个锅巴我感觉特别的好。那个面包是99两袋，你买袋是8.5哟。啊？那两袋了吗？那个是6块钱袋的。它不一样的嘛，那个。对，它不一样。哦，你说拿两袋嘛，对。好嘞。啊，对。不能买的太多了，不然的话保质期很短，吃不完。好，最后去还面包。这边买的烤肉。天气哈，八分钟。我感觉有点咸哈。还小的不行。我要不。幺幺喜欢吃，跟幺幺买一个。买点火龙果，买两个，他们一人一个。嗯。两个火龙果。二一些也挺好哦。称了都拽了都在那称了哈。好嘞，好嘞。太多了。好嘛。我一车。59。走。耶，神贵耶。你在这儿上班呗？门关。哪儿来？来。要称的话，那个。快装了，都。还有两袋纸哎，甜不？好吃。好大个草莓哦，那个。他说叫什么？叫奶油草莓。感觉没得20块钱那个好吃。哦，那还不如不要那个。二十斤，二十一斤那个甜。等下下午还要接人呢。来一个。还吃个。吃点小的。吃点小的。小的很甜。啊，那个我得把它。嗯。还是小的好吃。要不回去吃算了嘛，吃饭。你去那边又要停车，几麻烦。我忙的，要不然没吃下去。我其实我也很饿。要死一点的。我都你吃了，我们都回去啊，你都刷牙噻。半个小时的。
到家了。嗯、买了这么多，月三出来的。哎呀，随便买买都是几百块。不是，我可不是随便买的啊，我是精挑细选的哟。到家了，我们。好重，我都晓得。那种起码是20斤，那种也是30多斤啊。我先把那些放在冰箱头去，该放冰箱头的，放点冰去。